从 Vape News Malaysia。蔡先生，你叫什么名？啊，我姓熊，熊毅。你们是有很多种烟油是吗？是的，我们主要是推功能性的烟油。功能性的烟油主要是对于人体的一些比方说咽喉炎，或者是这个比方说血压血糖比较高的一种情况，我们的产品能够适当的调节，能够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是借助电子烟油这个载体来达到一个保健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功能的，这是我们产品的特点。哪一个烟油是最好卖的？目前来说，我们感觉可能清肺润喉的这个烟油是最好卖的，因为对于起码在北京来说雾霾比较大，那么对于人体的这个咽喉包括肺都会有一些损伤，包括我们抽烟的人群对于肺都会有一些损伤，所以清肺润喉这款产品可能会是一个我们估计可能会是一个热卖的产品。